大家好，我是老易啊，欢迎大家继续收看《象征》节目。这一期呢，我还是给大家讲才女，换个角度讲另外一个才女。今天我们讲的那个才女呢，叫吕碧城啊，也是民国时期一个非常有名望的一个女生。她应该是中国啊提倡女权主义的一个领军人物，同时呢又是女编辑，而且呢又从事教育行业。 又是中国第一个女性撰稿人，都是她。但是呢，唯独的缺陷就是她婚姻不幸福。据说啊、呃，吕碧城在十二岁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非常具有独立能力的一个女生。她的父亲应该过世了，但是她家里有家业嘛，家大业大，那么族内的人就想办法就抢夺她的财财产，那么找一些。 匪徒，那那时候的治安，民国时候治安不像现在啊。在目前社会里面，我们全国的治安还是比较好。那时候不管，即使在在在这些北京、上海，照样还有绑匪出现。他们族内的人就把他的妈妈给母亲给绑了，啊，绑了之后呢，要用财产来赎嘛。那么十二岁，小姑娘才十二岁，就开始写信给他，给他父亲的朋友，给他父亲的学生。 居然在多方的斡旋之下，十二岁的小小女孩把这件事情给摆平了。你想想看，十二岁，那么我们都觉得哇，十二岁这个女孩子太有能力了。但是呢，能力是有的，但是同样也也把她的亲家给吓退了。这一看，你这十二岁你就这么能干，那以后结婚了之后，那家里的老公不知道给压成什么样子啊！果断取消婚约。 但是这个事儿是被取消了，但是在吕碧城心里面其实已经埋下了一颗种子在，在埋下了一颗女权主义的种子在。那么后来到他二十岁多岁的时候啊，自己因为跟家里面的关系又不和啊，他去投学，但是他崇尚新学啊，不想读这些老古东西，家里不同意，他就只身一个人啊，这真的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了，不管了，自己走了。然后呢，没工作啊，二十岁也没饭吃，没工作怎么办呢？ 他遇到了一个他生平第一个贵人，叫殷连之，《大公报》的那个，应该在《大公报》里面的实权人物啊，他就写了一封信，那个给殷连之想，想想找工作。那殷连之一看这男生，一看，嗯，这女孩子文笔很好，他、啊、就动了惜才之心，啊，就帮了他很多。但是据说他们两个人之间，因为信件过于密切往来，包括平平生走的比较近。 导致了英敛之他的配偶闹了家庭矛盾了，但是英敛之这个人他非常有分寸。发乎情止乎礼，在事业上帮了吕碧城很多，给他介绍了很多社会上有名望的人，啊，给他了很多机会机遇。当然，吕碧城自己也是个能抓住机会机遇的人，一步一步往上走，然后写了很多的篇幅文章，一举成名。那时候，呃。 在坊间有传闻，是把他跟秋瑾列为什么？列为女子双侠，就包括吕碧芝跟秋瑾。你看，他们两个人能走得很近，而且英雄英雄惺息相惜，直到秋瑾因为政治的原因被害之后，呃，连吕碧城都受到了牵连。很多人就说啊，吕碧城因为在政治上的倾向，那应该下狱。 后来呢，又有贵人相助，是谁呢？袁克文，袁世凯的大公子，民国四大才子，才子才才子佳人，本来就是大家一起有有共同的文文学方面的爱好，保了他，才把他保下来。那么，吕碧城因为这事儿，后来就离开了他的那个大公报的地方，然后就远走他乡了。到了后面，吕碧城呢，眼界也开了，人也看多了。 你说让他这个开了眼界的人，而且自己本身又提倡女权、提倡男女平等，又又办学，又从政，他甚至还当过袁世凯的秘书。就因因为袁世凯要复帝啊，做皇帝，他自己果然离开了。你看，这么一样一个女一个人才，又独立，而且又提倡女权，又在政治方面有抱负，他怎么会找一个很平凡的人？ 如果他的业力好，我们就讲到业力了。业力是什么呢？佛家里面讲的业力，就是一个人注定了你的姻缘这种力量。业力在你的事业姻缘上，业力好，你或许能碰到跟你般配的人；但有可能业力不好，你就碰不到人。所以，到吕碧城到最后孤死的时候，一个人一生未嫁，很凄凉，也很悲惨。 即使他在政坛上、在文坛上，是一个博得举世认可的一个一个人物，但是感情生活上非常坎坷，也很波折。大家可以看看照片。我们如果从一个人的整体的外观上去看啊，整体的一个造型上来看，你会发觉吕碧城他整个人的人的脸是偏向于偏向于什么？ 方方的，他的脸不会是像这种木型瘦长脸，他的脸是带有方形的金的意味在，同时还有水的那一个圆润在，可以仔细看一下，对不对？他的照片，他其实是有这个特点的，整体的人的脸型是金水是相间的，金是主执行力，啊，水是又是主这些智慧、智力，他在人生的经历上，十二岁就能。 把一个绑匪的事独立摆平，二十岁离开家庭支持啊，远走他乡，到大公报自己谋生。如果不是具有非常的执行力的人，是做不了这些事情的。所以，我们看一个人，你别看脸是方方的，呃，传统的相术里面，对于脸方这一个金型的意象，是给予正面的执行力啊，包括。 人际关系以及在年轻时候得到贵人指引，多有助力。你看他其实是得到贵人相助的。人生对他两个助力比较大的关键点，一个是殷脸之，虽然跟殷脸之也有情缘在里面，但最后最后两人终因为什么政见不合。虽然你帮了我，你是我贵人，但你有你的政见，我有我的政见。一个是极力要提倡革命的啊，吕碧城是极力提倡革命的。 但是鹰脸支呢，他是提倡缓和的，用缓和的手段来来缓解整个社会，来达到革命的目的。一个是刚烈的，所以你看，吕碧城跟秋瑾走得很近，跟革命者走得很近。这也是他在自己金的那一个五行属性里面体现出来的他那一种执行力果断。那水呢？你看他脸，他其实有点圆润的肉，其实有点圆润的，包括鼻头。 啊，包括鼻头，包括下巴，他不是这种瓜子脸，他下巴是圆润的。据说李碧城到了上海之后，离开政坛啊，也不搞文了，也不做编辑了，到到了上海之后，他经商做经商贸易，人家经商照样赚了很多钱，照样经商致富，极具商业头脑。水，人际关系，水是代表了交际应酬。 水是代表了智慧谋略，所以你看，我们从最基本的一个肉的圆润、一个骨骼方形、脸上有事，就能判断出大致的这个人大致的一些性格倾向以及人际关系，包括他的能力特征。女强人在事业上总能交出完美的答卷，可在家庭中大都做不到及格，老公抱怨连连，有的还以离婚收场。 面对感情，女强人究竟该怎么做？面面从专业人士那里获得几个小技巧，有同样困惑的小伙伴不妨瞧一瞧。技巧一，学做软妹纸。在职场，即便你已经做到了 SVP，能谈下上千万的大单，能统筹近百人的团队，看到工作就两眼放光，事无巨细毫不含糊。那么回到家，请你收起你的能干，做一个拧不开瓶盖的小女人。 换灯泡、换马桶、安装衣橱，都通通交给你身边的男人。一个大包大揽的女人，只能把老公推向更需要他的女人的身边。技巧二：学会装傻。爱发表意见是女强人的通病。公司年会设计方案，她要说两句；公司装修花盆的摆放，也要说两句。常挂在嘴边的事，我觉得应该这样。那么和老公一起时候，请你装傻扮迷茫。 假如老公开车走错了路，与其暴跳如雷指责对方，强势的表达自己的意见，不如摇开车窗看看身边的风景，避免了冲突，同时又能让他感受到你的包容，何乐而不为？技巧三，给他面子。女强人工作中顺风顺水，赚得盆满钵满，这个时候更要照顾一下男士的自尊心，尤其是赚的还没有你多的，两个人一起参加同学聚会。 如果你选择在同学中抱怨自己当初瞎了眼选了这么个窝囊废，那你的婚姻离 over 几乎没有距离了。聪明的女人会懂得感恩，感谢老公对自己的付出，照顾了老公的面子，也保全了自己婚姻的稳定和幸福。示弱并不是让女人失去自我，对男人言听计从，而是女人应该掌握夫妻相处的技巧，从而更加轻松自如地在婚姻中享受幸福。 小伙伴们，你 get 到了吗？啊，老易觉得大家应该着重的去看一下吕碧城的眼睛、眉毛。这个眼睛、眉毛其实是给他金水相生的。 这个五行型格是加分了哦、啊。我一直跟你们说，不能单独的去看一个点。首先，我们把大的东西看完了啊，它是金型兼一些水型在里面，执行力跟智慧谋略都非常强。那么你再看他眼睛，他眼睛一个是秀啊秀，我相信大家都能看得出来，他的眼睛其实是还是比较秀气端正，眉毛又配合的好，大多都是有有才艺的特长。 所以你看，他自己做编辑，自己写文章啊，他文学文学造诣也不弱，还做编辑，还做撰稿人。所以呢，从眼眉看出他在才艺上面是有一定的能力。但是有一点，大家别忘了，再仔细看一看他的眼睛啊，看得出的，说明你是认真看节目的；你如果看不出的，那你以前面的相声节目。 我建议你一期一期补回来，尤其是二零一五年讲眼睛的，我讲过我讲过眼睛的，你要去补，因为这个眼神是带路的。我们上一期讲张爱玲，她其实也有才华的，但是两两比较，你可以发觉张爱玲是比较内敛的，啊，她内敛的，她不秀的，但是吕碧城完全是一个张扬暴露、个性极强的一个一个女性。最后她跟鹰艳之没走到一起，一方面是政见不合。 另一方面，吕碧城是一个非常时尚的人，他追求名牌，他其实也是自己个性张扬的那一面。他的眼睛是脏的，包括他对一个社会的评论，提倡女权，要提倡男女平等。你在民国那个时候，那完全是一个男尊女卑的时代，你要提倡女权，提倡男女平等，十个里面，我可以说十个女生都不会这样还提倡，一百个可能会有一两个，或许会有点。 想法去提倡女权，但她是女权领军人物，那完全就是一种反传统、反潮流的这些思想思维。人家做到了，眼神路一定有其在性格里面张扬特点在里面。所以我们看一个人，我们看一个人的眼睛，不但要看形，而且要善于去捕捉他的眼睛里面的那些光。 精神光芒，不但如此，还就要看什么？看他动态的眼神，这个是啊，按照现代话来说，眼神可能就是微表情了。眼睛的左右上下，再配合言语，配合肢体语言，其实都有很多的潜台词，啊，都有很多隐性的表达在背后。你要会去读懂，大家要去仔细的去看，而且要把眼神运用在你。 运用在你周边的这些人事物上面，眼神路再加上执行力，综合一下，加在一起再去考虑一下，再加上这个人有会有智谋，又有智略，而且又有才艺，你想想看，这是会个什么样的人生？如果眼神路眼型不好啊，很多啊、呃、违违法乱纪的啊，那也很嚣张的，尤其是这些这些啊、呃、黑社会里面的人被抓起来的，先。 二零一五年也搞了不少啊，他也是眼神路，但是呢不用在正道，当然结果也不好。但如果眼神路，眼型秀气、眉毛有势啊、乘风起昂这种比较善的组合，比较呃眼眉比较偏良性的组合，都是会在人身上因为路而更加加分，更加起到对人生有助力。 更加能发挥自己的才能才艺，因为现在是一个进取社会，现在不是一个保守社会。有能力就要展现，也符合目前社会的基调啊，也符合我们年轻人的这些心态。所以，个性的展现需要，但是呢，注意分寸。你可以有傲骨，但是你不能狂傲无边。有时候还要低调啊。前前几个月，什么直播这些，搞直播的这些男主播玩游戏的结果。 拿到钱之后买了个车，一边开车一边直播，你说你说你傲、哦、不傲、哦？自自信心极度膨胀，对吧？最后结果把人撞了重伤，千受益满遭损。适当的展张扬没关系，过度的，我老易觉得后果可能未必会好啊。我们扯开聊一聊，这是眼神路。那么其次你还会发觉他的鼻梁其实是很挺的，但这个挺呢跟我们现在打了玻尿酸的值还是不一样的。老易现在。 应该来说也见了很多人，不管男男女女啊，包括演艺圈里面我也认识不少人啊，演员我也看到不少。现在很流行就是把鼻梁骨打直了，在真正你看历史上鼻梁骨直的大多都是偏贵、偏贵显、偏地位。但是你现在去看看外面女孩子鼻梁骨都很直，现在我看到鼻梁骨从鼻头直冲天庭印堂冲上去的比比皆是。 一看我就知道整的，一看就知道整的，一看就知道打过玻尿酸的。真正在民国时期总结下来，由于天生鼻梁骨能通天庭，通过硬堂冲到额头上的去，扳扳手指，一手之内的人数，据说也只有慈禧太后、吴佩孚的老婆。现在你看马路上看看，很多都这样，所以现在看到都是假的。吕碧城的鼻梁骨端正。 上冲，但是也没有属于冲到硬堂天庭，它只是鼻梁骨是比较直、比较端正、比较三根有势，所以三根跟一个人的呃进取力，鼻梁跟一个人的进取力都有关系，跟一个人的贵也有关系。从吕碧城的鼻子来看，鼻梁端正有势，颧骨配合得当，但是颧骨也微也略微的。 大了一点，但是他人家有肉啊，所以你看，我们看前面的那个张爱玲，前一期节目张爱玲，你看那个是颧骨无肉，颧骨大而无肉，吕碧城是颧骨有肉，下巴也有肉，所以你看他都能逢凶化吉。小时候啊，十二岁妈被绑了，他能逢凶化吉；被家里赶出门，身无分文，一封信遇贵人，又是逢凶化吉。袁世凯想想把他搞进去啊，以。 秋瑾这个革命罪给治他，大公子出来保了他，又是逢凶化吉，跟圆润有关系啊，跟肉骨肉圆润有关系。所以颧骨的肉，颧骨虽然大，但人家有肉弥补了缺点，但唯独主观的自尊心那是不能避免的。下巴呢同样有肉，但是女生眼睛露，这是她整个的一个相格里面。 最大的致命点啊！中国人一直讲啊、呃，一个人的长相十清一浊，十浊一清，他的眼神路可能就是现我老一讲的十清一浊，什么都是好的，唯独眼睛出了个问题，眼睛路神，眼睛路神，一生多灾多难。但是他其他的部位补了他，他贵人相助，逢凶化吉。但是婚姻方面还是会有缺陷的。 即使包括现在，眼神路在婚姻上仍有起，仍有坎坷。说的好听，可能是眼界高了；其实我觉得是他对婚姻可能不抱希望了。已经，他自己的主观太强。两次挫折之后，他觉得他可能不适合结婚，找不到人，找不到匹配的人。所以回过头来想想看，人生很多事情有起有落，有得有失。你看他。 在文坛上，在政坛，在政坛上，在教育界，在女权主义，都是首屈一指的领军人物。但是你问他到底成功了没？老一就想起《庄子》里面讲了讲了一句话：一个人一生奔波，你问他到底成了没有？终身意义而不见其成功，涅然疲意而不知其所归。一个人奔忙了一生，真的，你问他。 成功是什么？我觉得可能你去问马云，你成功了没有？他会觉得我也没成功，我还在继续奔波。所以你很难定义，你什么是成功？啊，你看我们社会从古时到现代，一代一代朝代，你看看几个朝代能能能,能几百年？没有了。你真的去定位什么叫成功，定义不出来。你忙了一生，你问他，你最后的是什么？是你归宿？你要忙到什么时候才停下来？不知道。所以我们人生其实。 人生是很处在很多的矛盾里面，永远没有成功，永远不知道最后的归宿在。所以庄子说：“可不哀邪？”真的很可怜。人有时候呀，要自己真的要适可而止，适可而止，不要变成啊，人不能把控自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老易很多的呃朋友在事业上都是非常成功的，到最后我碰到他们。 他们每每年都会来找我，问我明年怎么样子，应该怎么做。昨天我一个朋友来找我，都在跟我说：“哎呀，跟一五年忙得要死，到处要要防备别人计算，真的不知道忙的是什么意思，到底忙的有什么个意思在那边。”所以人要调节好自己心态，要知道适时要收手，要把时间多留给点给自己家人，留点给自己，不要把时间全放在事业里面。 当然，你也不能把时间全放在玩上面啊！我讲的都是一个平衡。道家里面一直讲庸，讲中庸。庸这个字，中庸其实是儒家讲的，但庸这个字是首先出在庄子里面的。庄子是讲中庸，不管怎么样，他都是劝一个人要平心态，要放在中间，不能过左，不能过右，正正好好，水。 不能不急，也不能过满。人生也一样，不急是缺点，满而溢出来也是问题。所以，千受益，满招损。所以，老一这边其实讲讲这些古代的人物啊，讲讲这些民国时期的人物啊。古代轮不上、啊，还还没那么老。以后有机会，我有很多古代人的相格，包括他的那个生辰资料，我有很多啊。我最近搞了一套资料，里面有一个朝代将近五百个。 达官贵族的生辰资料啊，我都有。有机会我我会在可能在直播里面讲吧。大家订阅相声啊，订阅相声，我在直播里面会去讲这些人的呃星盘啊，包括这些天上的这些天文知识啊，其实都跟人息息相关的。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那欢迎呢大家订阅相声节目，关注老易微信公众平台“中医说”啊，我们下回再见。二零一六年中医说正在招募会员。 会员可以听老可以看老易直播，可以听老易分享干货、分享案例。那么希望大家踊跃加入会员，支持老易。今天我们讲的呢是一个民国时期的名妓小凤仙，知道吧？她以一代名妓的身份，她以一个妓女的身份，帮助了蔡锷。 啊，隐瞒了很多事情，弄了一个假象出来，表面的假象出来，感觉嗯，蔡锷是一个浪荡公子，沉迷于酒色，所以袁世凯放放松了警惕，让他逃过一劫。大家有没有仔细看？他的耳朵很怪异，轮飞破反，似乎貌似还带了有一点上面很尖的那一个形象上。凡是身世包括人生比较坎坷，一般在五。嗯 观五岳上，都比较偏单薄。四海之内皆兄弟。 广州震荡，和为贵。 要是深入的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就首先要从这个地方的语言，从这个地方的这个、呃、习俗开始了解起，还要领略当地民俗民风，品味当地。当然，绝少不了引人入胜的故事，麻辣过瘾的点评。 先秦都有没有那深威？你可以给他讲这个，对吧？你你可以讲什么？不愿意看到他们我觉得我在道德境界，他们在自然境界，对吧？就没法对话。哎，你被救上来，你高兴吗？<laughs> <是 S 2> 我不高兴，你给我送回去。我人生不是为了教育谁而存在的，对吧？你你听我的，咱就一块玩你我有缘，便是同游之人。冬去春来，万物复苏，缘由回归。 副版首富爱彪哥，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而首富彪哥的口味越来越重，哎，这也是大家能理解的。但是首富唱了崔健的这个《假行僧》，还是雷倒了一批人。啊、可见万达已经足足影响我们城市的生活。万达广场与我们城市人口大概三分之一都发生了关系。但是，也是在去年，万达广场也遭遇到了史无前例的危机。 全国各地的万达百货都纷纷关张转型，高达几十个字句。方法之外，万达的转型之路还有一个大招是什么呢？那就是中国土豪一向的一种手法，就是买买买。填不下来节奏 <Okay> 就是任性，买买买。我们买遍天下无对手。中国的中产阶级跑到东京去买马桶盖。 中国的大妈到华尔街去买黄金，中国的土豪买遍了纽约、伦敦的资产，哎，那些大楼，我们都快买断了半个地球。优酷，世界都在看。